老公，爸想跟你视频，我现在给你接视频。啊！老婆，什么声音？我看那个武打片呢。乍一听还以为是小琴呢。哎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我到公司楼下了。啊！在哪儿？哎，我记得戒指不是放这儿的，是放那架子上的呀。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是我弄的呀？没，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得赶紧过去了。喂，装好了吗？还好我陪你一起来的。喂，李大力回来了。小爱，只要拿到李大力偷偷转移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，那离婚的时候就多了一项有益的武器啊。拿回钱只是一部分。你切这块儿。这个比那个甜。嗯。别说话啊。哎，老婆，那爸的病情怎么样啊？老样子。哦，我之前问过医生了，说咱爸这病情啊，得慢慢治。你最近也辛苦了啊，等我忙完了，我换你，你回来休息一下。好。老公，爸想跟你视频，我现在给你接视频。啊！老婆。什么声音？我看那个武打片呢，电视的声音。啊！乍一听还以为是小琴呢，声音跟她真像啊。你快别瞎说了啊，妈也送走了，你也不在家，孤男寡女的，我就把朱小琴给辞了。你把她给辞了干嘛呀？我不在家，岂不占便宜了你们两个？嗯，不带这么瞎说的啊，老婆，这玩笑我开不了。跟你开个玩笑，还紧张上了呢。那个，那还视频吗？跟咱爸。接，爸去上厕所了，回来跟你接。哎哎，行，我等你啊。嗯。干嘛？我来，我洗。啊，我啊，对，哎呦，喂，爸，挂了给我。接是不接呀、啊？这视频。老婆呀，今天我可能要加班到很晚，你就别等我了，早点睡，把那个门和窗户都关好啊。老公，你可真是太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只要你开心，我做什么都值。好了，老婆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活有点急，我先忙了。
哎呀，我看看给谁打电话呢？给我爸，给他报个平安嘛。倒是你，你这么晚来我这儿，不怕他生气啊？哎，这不是最近公司不景气吗？来你这儿啊，加个班儿。哦，加班儿？那你加班，我也得加班，给我加班费。废什么话呀？你慢点，废。烦人，关机。哎、别管，他要打到单位去，那不就没效了？接吧。哎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我到公司楼下了。啊？你在哪儿？啊，老婆，你说你在公司楼下呀？